这时候如果再有人问你说，那你有没有想交男朋友的时候，你就说我哪有来时间啊？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说我都没时间，好不好？我看不到别人了。可是有可能，比如说在儿子出国之后，那你的生活只剩下工作，那你另外一部分你会觉得，哎，是时候可以接受，或许有一个对的人出现的话，我觉得我就是很顺其自然，我不会太去强求或刻意去认识什么人之类的。我觉得有时是这样子，上天给你安排的时候，你自然就会出现，挡也挡不住哦。对啊，我说这种东西，我说不需要特别的去着急，就干嘛？我其实我一个人也活得很开心，很棒啊。反而多一个人的时候。都是对啊，我觉得现在多为自己活一点吧很重要。我觉得前半段我一直为别人而活了，那我想说尤其是为人妻为人母之后啊，真的千万不要忘记自己。哎呦，真的讲太好了。曾经我们也是个少女，漂亮有自信，很多人喜欢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忘记自己，你爱家人爱丈夫爱小孩，同时也要更爱自己。我觉得现在终于可以到一个时段是可以静下心来做自己。没错，对啊，这真的很重要。所以其实真的有没有说也不要把话说死啊，就是说好像不再谈恋爱，不会啊，我觉得现在有人追我也很欢迎啊，就是对啊。